李江，你们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，尽管说，别客气。张伯伯，我们对那天拍卖的天球瓶挺感兴趣的，想来跟您打听一下货主是谁。哦，货主是我的一个朋友。您能说的具体一点吗？你们为什么要打听这件事情啊？具体的原因能告诉我吗？张伯伯，您也不是外人，我就跟您直说了吧。郑岩他觉得那个天球瓶是件高仿。哦。朱伯琴，您听说过吧？朱仿你也应该见过。郑岩觉得那个天球瓶就是件朱仿。郑先生真的这样认为？你的意思是说，从我这里走了一件假货？当时现场有那么多专家，包括易江的父亲也在，他们都没看出来，就只有你看出来了。你不觉得有点太狂妄了吗？经你这么一说，我倒真要请教一下了，你有什么证据说那是一件珠宝？张先生，您先别生气，您听我慢慢说。那好，张某人洗耳恭听。是这样，珠宝啊水平很高，有不少专家都上当打眼，也有很多人吃过他的亏。最近一段时间我对珠宝做了一些研究，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找出所有的珠宝，这样可以彻底清除这颗毒瘤。昨天拍卖的那个天球瓶很有可能就是珠宝。我们来就是想知道货主是谁，这样好顺藤摸瓜找到珠宝的来源。这么说你对珠宝已经很有研究了？很有研究谈不上，但是对珠宝的特点有一些了解吧。年轻人，你的理想和热情我非常赞同，尤其你们做拍卖这一行的，讲诚信是很有必要的。不过你还年轻，对古玩的认知也许还远远不够。古玩的魅力和价值就在于真真假假、虚虚实实之间。古玩行的买卖吃的就是眼力，就算上当也只能自认倒霉。随便一件东西大家都没看穿，假的也是真的。除了故宫里的藏品，谁敢保证市场上的古玩都是真的呢？就说你们拍卖公司走的货吧，到底是真的多还是假的多，谁又能说得清楚呢？如果我们确认是假的，即使有一点疑问，我们也绝对不会上牌。所以你们安地克的日子并不好过呀。是有些困难，但这也是我们的立足之本呐。我还真不能跟你掰扯，要不然就真成了抬杠张学文了。张伯伯，其实这事儿跟你也没什么关系，我们公司做的都差不多，只是提供一个平台做个中介。您要告诉我们货主是谁，我们不会出卖您的。这一点我倒是不担心，每行都有每行的规矩，绝对不能乱来的。行里的朋友之所以能够瞧得起我，愿意给我几分面子，都是因为我这个人懂规矩，同时也讲规矩。如果明里我讲规矩，背地里我坏规矩，那我也混不到今天这份上。您这么说，就是一定不会告诉我们货主是谁了？哼，难道我的意思还没有说明白吗？我真没想到这件事儿会这么复杂。易江，你们今天到我这里来，你爸爸
他应该不知道吧？嗯，我想也是。你爸爸是个懂规矩的人，在这种事情上他不会犯糊涂的。不好意思啊，张先生，我们给您添麻烦了。好，麻烦也谈不上。郑先生年轻有为，前途无量。我张某就倚老卖老送你一句话：想在这一行里混，就要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睁一只眼说的是眼力，要学会识真辨假的能力，才能有饭吃。至于闭一只眼嘛，指的就是规矩，要学会守规矩，才能活得长久。好了，我还有事，恕不远送了。多谢指教。瑞德，有些事情我搞不太明白，需要你解释一下。爸，你干嘛呢？面壁思过呢。你们俩是怎么回事？啊？怎么了？这是？这冲谁发火呢？冲谁？冲你们俩！我们怎么了？惹您发这么大火？你们俩去找张老，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？至于吗？多大点事儿啊！这还是小事儿。我们不就是去问问货主是谁？他可以不说吗？再说他本来就什么都没说呀。你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么凶险。凶险？爸，你太夸张了吧！我夸张？几百万的东西，你们跑到那儿跟人家说是假的，你搞不好要出人命的。爸，你说什么呢？就为这么点小事儿，张老能把我们吃了不成？呀，张老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你根本就不清楚。有什么不清楚的？不就是一老头，慈眉善目的，跟谁都和和气气，一个慈善长者，有错吗？以前啊，都怪我。以前啊，为了让你健康的成长，我尽量的不让你去了解社会的阴暗面，结果就养成了你现在这样的性格，天不怕地不怕，口无遮拦。我担心这样下去会出事儿的。爸，你是不是想太多了？郑岩，不好意思，当着你的面发火。黄先生，这件事情责任都在我，跟易江没关系，是我硬拉着易江去看张老的，要怪您就怪我吧。不是怪谁不怪谁的问题，我是后怕。你们还年轻，不知道深浅。我跟你们说，古玩这一行水很深，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内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古玩这一行有暴利可图，有的时候也充满了血腥。为了一件古玩，有人会突然的销声匿迹，人间蒸发，这种事情以前不是没有发生过。你们别看张老表面上很和善，通情达理，他也许就是我们古玩行里最危险的人物。那你还跟他交往？我跟他交往是有分寸的，我永远不会和他有利益上的冲突，所以我没有危险。你们倒好，跑到那儿去跟人家说从他的手上走了一个假货，我这一听脑袋都冒冷汗，你知道吗？这就叫江湖越老胆子越小，有人把绿豆看成西瓜。你还给我犟嘴，我今天为什么跟你发火，你知道吗？啊，
哎呀，好了好了，爸，别生气了，我以后注意就是了啊。好了，别生气了，别生气了。郑言，你调查朱房，我赞成。如果天球瓶的确是朱房，我可以帮你们调查货主是谁啊。王先生，我还真能确认那天球瓶确实是朱房。你就这么有把握？我跟你说实话，我都认不太出来。回头我给您看一份资料吧，一看您就明白了。我听一江说过，说你那有资料，你这资料就那么管用？对。郑岩啊，你比较稳重，和一江又是同事，以后要多照应他。好。好什么呀？不嫌累啊？陆总，在电话里您说有几样东西要出手是吧？不是几件，是一件。哦，夏先生是葛夫人极力推荐的人，我看一定不会错，所以打电话把你请过来。哎，客气了，承蒙陆总关照了。把东西拿过来，让夏先生过过目啊。夏先生，您一定不会对这天球瓶陌生吧？那是那是。那天陆董您出手就封了顶，独占鳌头啊，全场都为之折服，我印象很深刻。郭江，我想把这天球瓶拿到你们安地克上拍。只是我不明白啊，您刚刚买回来，怎么就打算要出手了？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呀？我是商人，又不是收藏家，只要有利可图，我留着它干什么呢？啊，说的也是哈。那您打算出多少底价呀？最低750万。不贵。像这样的官窑精品，现在市场上已经很难找到。750万。不算贵。好，我没看错人，你是行家。嗨。郑岩能认出朱房，迟早是个麻烦。只要郑岩还在安地克，我们就不能从那儿出货。要不然我们让陈海叔活动一下，把他赶出安地克，也不是做不到。这是一个笨办法。那还有更好的办法吗？把对手变成自己人，这才是上策。我看这个郑岩有点认死理，不大好改变。是人就有弱点，只要我们抓到他的弱点，就能立于不败之地。您是想花大价钱收买郑岩？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些人是可以用钱收买的，可是对有些人来说没用。郑岩就是这种人。不用钱还能用什么？用感情。有的时候感情比钱更重要。这怎么卖这个啊？太贵，太贵，350。哎，大哥，你是不是想要好东西？你有什么好东西？这块说话可方便，你要真想要，跟我走。我是个乡下人，
我们在地里干活的时候，无意中挖开一个公墓，哟，里面东西可不少，然后我们就拿出来给焚了，就我焚的最少。我这对着古董吧，也不懂，也看不出个好歹儿，我就想找个行家看看，这到底是谁的画。哎呀，好，你找我算是找对了，你面前就是一个行家。来，我给你看看。哎呦，您看看，慢点，慢点。哎，认得唐寅吗？不认识，我不识字儿。在村里没上过扫盲班？没有。我告诉你啊，唐伯虎，这可是唐伯虎的真迹啊。唐伯虎我知道，他是个大画家嘛，他的画可值钱了。你找我算找对了。哎，我帮你看了，你可得卖给我吧。哎呦，这也就是看见您了，这要是碰见别人随便说个名字骗我，我都不知道。您真厚道。我能干那事儿吗？你说你给开个价吧。我们村也有个人卖了个唐伯虎的画，卖了十几万呢。你要十几万？这可买不起啊，买不起啊。不是，您把我这么大门，我咋可能卖您十几万？我半价给您，六万咋样？六万还是贵，你实在是不能再便宜了。哎呀，这样吧，我是真想买，两万怎么样？两万？嗯，太少了，回去会被挨骂了。行了，既然这样，那就算了。哎，不是，哎，要不跟您实在是有缘。要不两万就两万。行，咱可是一口价。好，一口价。好，好，好，来来，卷起来，卷起来。哟，严哥来了。嗯。忙呢。他去古玩街了。他最近是不是老逛地摊啊？是啊，店里的活他不大管了。严哥，您找他有事儿啊？啊，没有没有，那个我那方向盘有点沉，你帮我看一下啊。好嘞。哎，舅，你在哪儿呢？怎么了？行行，我马上回去啊，你等着我啊。我先走了啊，不用看了。你别跟着。你现在真是越来越出息了，敢从家里偷钱呢？我什么叫偷钱？我哪偷钱了？那钱哪去了？我跟你说话，你哑巴了？你打去了，打去了，打去了！哎呀，给你存着还不行吗？你打什么存？拿钱存！上我让我领，那个钱都打去了。这，你回来了，你回来。你舅妈又疯了，你赶紧劝劝她。哎呦，还咬我呢！你们到底为什么呀？我一出电梯就听你们吵。你救他，现在真是越来越出息了。哎呀，他都成家贼了。你自己问他到底干什么了？谁家贼啊？你先坐下。你都做什么不靠谱的事儿了？你什么叫不靠谱啊？啊！你说郑岩，你怎么以来就坐你舅妈那边去了？您别着急啊，慢慢说。怎么了？我就从存折里取了两万块钱。他是背着我取的，我根本不知道。那你不能说我是偷啊！废话，你说偷你什么？不是您取钱干嘛了？我就买了一张古画。什么？
是滕伯虎的画啊！2万块钱就买了一张画，郑岩，你好好给他上上课啊！告诉他，滕伯虎的画值多少钱？你少废话，你赶紧把钱给我拿回来，我否则跟你没完！我告诉你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不就画在哪儿呢？画在哪儿？你等会儿，听我跟他说吧。2万块钱不是吗？啊，那一出手就几十倍。就能翻几十万，郑岩，你说我说对不对？你把画给我拿来看看行吗？行行行，我搁床底下了。哎，您先拿去。你等着。哎呀，你说家里有这败家的玩意儿，你这日子怎么过呀？您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！别着急，别着急。你就太败家了。郑岩，你看看，你好好看看，这什么画？这，郑岩，你看这幅画怎么样啊？是不是真品？你说，啊，你说我是不是捡了一个大漏？是不是值几十万？差不多吧。你听见了没有？你听听，你听听郑岩怎么说的啊？哎呀，郑岩说的，你还不信啊？郑岩，嗯，就这，真的值那么多钱呐？嗯，能值，就是。还得找专家鉴定一下，但是应该没什么大问题。行啊，舅，我的车坏了，你帮我修一下。行行行，没问题，咱现在就去。你把画拿上，我找人鉴定一下。好嘞，没事没事，应该没什么大问题。傻吧你个，可能！哎，郑岩，郑岩。你疯了！这是几十万的画，你怎么给扯了？你疯了！舅，这是滕伯虎的画没错，可是一文不值，是印上去的，那不是画的。假的？那你刚才在楼上，你给2万块钱打了水漂了，这要让舅妈知道了，那不得气死啊！你还不知道她那脾气。这么说，是我打了眼。您刚才说的那故事啊，古玩街上天天都有，就是利用不懂装懂的心理蒙你们这些门外汉呢。没关系，就算我又交了一次学费，2万块钱不算多。哎，吃一堑长一智，是不是啊？下回我绝不会再打眼了。舅，古玩这行啊，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。这晚饭不是您能吃的，处处都是陷阱。哎呀，真正能发财的极少数。哎，您要是玩玩，见天花个百八十的，这我支持。您要是天天憋着捡大漏发大财，这根本不现实。程爷，哎，我是不懂，可我有你这个懂行的外甥啊，还愁不发财吗？你说？哎呦，您怎么就迷上干这个了？您这店都不管了，您郑岩，我跟你说，我都修了20几年的车了，我真修够了。我现在一闻这机油味儿，我都想吐。可是我一闻这土腥的味儿，哎呦，我的胃口都开了。郑岩，说心里话，你要不让我玩，我这心里憋着老大的不痛快，肯定有得病。哟，没准啊，还得得一场大病，弄不好。咱爷俩就得来世再见了。哎呦，我跟你说，行行行，您打住，您打住啊！您要是真想玩，行啊，但是您慢慢来，行吧？行行，我不着急，不着急。首先，您不能花太多的钱，哎，要量力而行。行啊。第二点，您别买那出土的东西，那犯法。再有，甭听故事。卖假货的人就是靠编故事蒙人，是是。再有，心态要端正，好吧，不能老想着捡大漏发大财一夜暴富。是是。最后一点，甭管您收什么东西，一定要跟我说，让我看，我说收再收，行吗？行，明白明白。你早说这个，这张画，这2万块钱就不至于打眼了，你说是不是？进屋进屋。啊，不错不错，这东西的确不错啊。
不过750万是不是高了一点？那个唐总，像这样的官窑，现在市面上是根本不可能找得到的。我是怕给低了吧，咱就拿不到了。你说的也有道理。哎，韩叔，你觉得呢？底价是有点玄乎，要是能再压一点，那反冲的空间就更大了。那你觉得多少合适啊？这东西吧，300万差不多了。不是老陈，你这成心的吧？300万人货主不可能答应。海生，这行情我比你熟。不是，可你也得看清楚这是什么东西。哎，李家，来，看清楚，来正好。你来看看这个，你看看。我收的，我刚收的，750万，高吗？750万。嗯，李姐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暂时还没什么意见。啊，郑岩呢？让他来参谋一下。哦，他不在，修车去了。哦，这样，等大家到齐了，咱们再合计一下。总之呢，好的东西绝不能错过，那底价呢？又要合理啊！韩叔，你给我来一下。你为什么不说话呀？这怎么回事啊？人陆董是个生意人，吃了吐，吐了吃，左手进右手出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呀？不会那么快吧？见过比这快的，上午进下午就出手了。可是这件东西，这东西怎么了？这东西怎么了？你还是觉得陆董这人心太黑呀？不是，抬手就翻一跟头，那没辙。我告诉你，这东西确实好，人敢出这个价，那底气足。这小子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最近收货的势头那么猛，也不知道傍上哪个大佬，有点搂不住火呀。他，这货主的底价是多少？750万，高是高了点，不过像这种官窑精品，现在市场上可不多见了。老唐是有点犹豫，可绝对不会放手。好家伙，这100%能走掉啊！你说要是70-80万的小货也就罢了，这么大的货，那。虽说是离指标还远，也不得不防啊。哥，你得想辙呀，咱们怎么能插一杠子把他这生意给他搅黄了？黄先生，安迪克又出事了。陆董要从安迪克出手那间仿瓶，郑岩知道那是朱房，他会不会说出去？一定会的。他要是给捅破了，陆董一定会去找张老退货。张老一生气，郑岩的麻烦可就大了。不过这对我们倒是有好处，正好借张老之手除掉郑岩。哦，对了，黄先生，您最好关照一下一江，叫他离郑岩远点。本来没他什么事儿，就怕他自己非要往里搅和。爸，一江，一江，今天怎么下班这么早？我有事儿跟你商量。来，什么事儿？来，陆董那个赏瓶要拿到我们公司拍，你说怎么办啊？哪个陆董？是什么天球瓶？就上次从张老趴地上走的那个天球瓶。这才几天，还没捂热呢，就打算出手？那人自己的事儿，咱谁都管不着。可你说他从哪儿走不好，非从安迪克走啊？这不会给你们安迪克带来效益吗？什么呀？那天球瓶是朱房，郑岩肯定会揭穿的。到时候我怕他得罪张老，你又把张老说那么恐怖，我怕会有事儿。郑岩那只是猜的，他又没有确凿的证据。我觉得他肯定有把握。你不能因为对郑岩有好感就什么都信他的啊。那真有那么回事呢？他真把张老得罪了怎么办啊？那你就跟郑岩说，
让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。哎呦爸，你真不了解郑岩的个性，他这人认死理儿，你知道吗？他认准的事儿，那八匹马都拉不回来。那你说怎么办这事儿？他真把张老得罪了，那张老能怎么对他呀？怎么对他？那天我跟你们俩说了吧，张老是个什么人，你们现在不是不知道吧？你说怎么对他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所以你要劝劝郑岩，你听爸爸的，一定要劝劝他啊！我劝他，我还不如去劝张老放明白点儿，理亏的是他，又不是郑岩。李江啊，你可不能胡来！我告诉你啊，郑岩有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去跟张老拼命，我说到做到。越来越不像话了啊！这话能从你的嘴里说出来，你哪儿像个女孩子的样子？你最好跟张老通个气儿，让他有个心理准备。李江，我拿他一点辙都没有。你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。走，咱们去老张那儿。好。立德，你我是多年的朋友了，你怎么能给我一件珠纺呢？我给您赔不是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打了眼。我可以原价收回，200万，实在不行。我给您508万，你把瓶子给我行吗？我没有怪你的意思，不过你得给我说清楚了，那个郑岩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他怎么能够认出朱房？这件事和他的师傅有关。他的师傅？他师傅是谁啊？童自清。童自清？世伯的童自清？对，他师父是被一间珠坊害死的，这事儿您听说过吧？我知道这件事儿。郑岩对他的师父感情很深，自从他师父自杀之后，郑岩一直在关注珠坊，研究珠坊，一直在搜集和珠坊有关的信息。这人呐，就怕用心。所以郑岩现在能认出朱坊来，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。哦，我还以为除了你之外没有人能认出朱坊来呢。李德，这事儿有点麻烦。更麻烦的是那个陆董要把那个天球瓶拿到安迪克上拍。什么？而且明天就要把东西送过去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郑老啊，这件事儿要是捅出去，对您的信誉……哼，上回我已经点过他郑岩一次了，他要是还执迷不悟，非要跟我作对，我也有办法让他闭嘴。还有一件事，我听说警方一直在调查齐三爷的死因，据说他不是自杀。立德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是说，万一郑岩突然出现了什么意外，别说警察了，就连我都能把案子给破了。立德，你想到哪儿去了？我怎么能做那种事情呢？我不过是敲打敲打他，不该说的话少说，别说。郑岩和易江是同事，我也比较了解他，这个人属于一根筋，油盐不进，恐怕不管用。张老，我是这样想的，这次是一个瓶子的买卖，以后还有一堆瓶子的买卖，要是把事情搞砸了，那会因小失大，得不偿失啊。那你说该怎么办呢？以退为进。找。开车。我们找你来
是要说一下陆董的这件天秋瓶的事儿啊。底价敲定了。底价已经不重要了。郑岩怀疑这又是间住房。怎么可能呢？你有什么证据啊？郑岩看出有暗计。这不等于没说一样吗？要想看到暗计，那就得把瓶子砸碎了。你负这个责任啊？不用敲碎，做高科技鉴定就行了。郑岩，我不光怀疑你的眼力有问题了，我开始怀疑你的神经有问题了。你的偏执狂倾向已经严重到一定地步了，你知道吗？看什么都租房是吧？要不要请一个专家看看你会不会也是件租房啊？海生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郑岩这么做是对的呀。别的专家都还好说啊，易江的爸爸黄先生的眼力足够有说服力了吧？那要是假的，他会出那么高的价钱吗？我爸说了，他说他对租房略知一二，他不敢打保票。略知一二，那也比咱们强百倍。是，我的眼力是没有黄先生好，我也没有狂妄到那个地步。那你对租房又有多少了解呢？你怎么就能看得出暗计呢？我最近一直在研究住房，有一些可靠的资料，拿出来，让我们看看。海生，我们呢，还是要对买家负责任。我觉得郑岩的这种精神是值得肯定的，你呢，也不要再争了，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。走，我们走，你们三个再好好沟通一下啊。哎，你干嘛要跟我过不去啊？没跟你过不去啊？你还没跟我过不去啊？我刚拉来的大单子，你非得给我搅黄了是不是？这东西确实有问题。有什么问题啊？黄先生都没说有问题，你比黄先生厉害啊？海生，不是我爸厉害，是朱房厉害。那好多专家都打眼了，那不都是事实吗？哎，你怎么不觉得事实是郑岩想出风的？他不想让我在公司混啊？说什么呢？啊，我说错了吗？最近你跟我作对的次数少了。哎呦，行了，别吵了，人烦。等鉴定完了再说吧。那鉴定完要是没问题呢？我负责。你负责？对。你怎么负责啊？要不是租房，我走人。这是你说的？对。我现在就给陆董打电话，我让他把东西拿过来，你等着瞧。最近开车小心点，别跟陌生人说话，出什么事儿的话可别怪我没提醒过你啊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由他去吧，我也没什么可后悔的。见鬼了。车拍了，哼哼，果然不出所料。你什么意思？不出谁所料？当然是我的了。你捣的鬼！哎呦，我巴不得让陆董赶快把东西拿过来呢，我怎么……你甭跟我强词夺理了啊！现在好了，人车拍了，你就闹吧啊！你再这么闹下去，我看这两个亿的指标怎么完成？指标完成要货真价实，否则没意义。行行行行行，歪理永远站在你这边。我说的不对吗？是错是对，咱们让事实来说话。等春拍之后，两个亿的指标不能完成，老唐走了人，你后悔都来不及。李德，这次我听你的，要是再有下一回，我绝对不会客气。这不光是钱的问题。我在圈里混了这么多年，从来没吃过这种哑巴亏。张老，这次记在我的账上，回头咱们一起算。哎，这不过是一笔小账，你不必花在心上。郑岩才是最大的问题，必须马上解决，不然的话，他会坏咱们的大事的。郑岩的事儿
您就别插手了，我来解决。你怎么解决？你相信我，我有办法。好，我相信你。那好，那我就告辞了。哎，等等等等，难道你不想见见你的老朋友吗？你是指谁啊？当然是朱伯琴了，还能有谁呀？朱伯琴，我见他干什么？见了也没话说。哎，李德啊，咱们那批货出手以后可就再也没有了。要是朱伯琴能够康复的话，咱们还会有下一批。哎呀，可惜呀，这朱伯琴病得太重了，想治都治不好了。哼，我看他呀，根本就是在装病。他为什么要装？哼，他不光会装病，还会装死呢。难道你已经忘了吗？我记得，我知道。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？啊，医生说他的精神出了问题。那个疗养院也是个精神康复中心，不过我不大相信，我觉得他是在装。